因为呢，这两个师傅呢是最传统的烧饼师傅，他的名气呢比我们景区要大。已经做了2年了吗？哎，2年了。钱都到手了吗？钱都给我了。你现在很开心吗？做的？哎，还可以。我最近大概给他那个协议签5年，给他还有3年。手里面烤饼了，里面都是糊了，红的这样子了，都是塞上衣服了。我给他是终身制的，对，只要他在，我就都付这个工资，他可以向我解约。你不会去解约他的？对对对对对。3年干了之后还干吗？体力是不消就干，体力是不消就退休了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